今天我们很荣幸的也很感恩能够邀请到来自台湾非常出名的萨克斯风高手 OK 我们这时候就把时间要交给他好不好这时候我们先来拍一个短片我们这时候来看这短片真的也感谢上帝感谢唐牧师给我这个机会来到这个可爱的城市看到这么多可爱的人好首先我要献上一首非常好听的流行老歌叫做月亮代表好谢谢
唱比我较好听呢。来，给自己一些掌声。音乐是上帝赐给我们人们最奇妙的礼物。音乐在圣经的旧约里面有记载，也就是很久很久以前，音乐是可以医病、可以赶鬼的。但是现今这个科技发达的时代，音乐仍然可以医病、可以赶鬼。特别在这种先进的医院里面，有一种疗法叫做音乐疗法，对这些精神科的病患有特别的疗效。音乐也可以把人带到另外一个时空。有时候我听到我小时候妈妈常常唱的一首歌的时候，我就会想起小时候的情况。我不知道你们刚才在唱这首歌，哇，唱得很开心，有没有想起以前呢？最近我演奏这首歌，心里会紧张，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以前我演奏这首歌的时候，我是黑头发，现在变白头发。我不知道黑头发变白头发这么快啊！而且有很多人以前唱这首歌的时候，头上有很多头发，都一下头发不见了。哦，就是岁月让我们头发黑变白，有头发变没头发。圣经里面呢，摩西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人的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的可到80岁，但其中所可经过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无非而去。这句话讲得太好了，这句话年纪越大的人越敬佩这句话，因为年纪越大的人经历越多。所以我这一生有很多大音乐会，什么大场面，我在台湾几个总统都面前都演奏过了。有一次我在一个世界论坛会议啊，我在台上演奏，台下有5个国家的总统在台下听我演奏，表示你们今天都是总统级。这个不担心啊，音乐结束以后了，5个总统排队，总统排队来跟我握手，哎，不得了哎！其中南非总统啊，年纪跟我差不多，他跟他的太太到台前握手的时候，他说跟我讲一句话，他说你今天演奏的歌都是我这辈子最喜欢听的歌，你就知道我今年几岁。我说我们彼此彼此啊，年纪差不多吧，听的音乐都一样。5个总统跟我握手也不过如此，很快的就过去了。很快我们记忆就消退了。今天就算你是奥运的金牌得主，不得了了，但是讲拍谁哦，半年以后没有人记得你了。所以一生没有什么可夸的，只有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飞去哪里去还不知道，到底是刚才所演的天堂还是地狱啊，对不对？还好摩西又讲了一句话，他说求你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求上帝给我们聪明智慧，我们要用这个智慧来度过在世上非常有限的年日，甚至要用这个智慧来追寻那永恒的生命。我们要去有智慧，智慧去选择天堂还是地狱，对不对？我说我人生的上半场也糊里糊涂的就过去，真的一不小心头发变白了。直到有一天有一个少年人来到我家跟我学萨克斯风，他一进门看到我家，我以前很会拜拜，初一十五一定要到台北一个很大的庙去拜拜，我家里还拜了一尊观世音，一尊土地公，还有一尊胡子长长，我也不知道是谁，反正人家拜我就跟着拜，拜得很热闹。这学生一看老师拜得那么厉害，他说老师你怎么不信上帝，上帝很好呢。我说有什么好的，这学生就拿起纸跟笔画一个十字架，他说上帝爱世人，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我听不懂他讲什么东西，只是发现这个学生跟别的学生不一样。
感谢上帝，在我四十五岁那年，上帝透过一个十四岁的少年，把耶稣传给我，改变我人生的下半场。所以今天我可以站在这个当中为各位来演奏。所以我每一次不管到哪里去，我要演奏一首歌，也就是这首歌所歌颂的这位上帝改变我人生的下半场。这首歌上次我在澳洲雪梨音乐厅演奏的时候，那是世界最好的音乐厅，台下坐满了2000多人。当我演奏完的时候，他们全部站起来掌声将近3分钟。我不是说等一下你们要站起来掌声，我说那个场面很大，我演奏完谢幕退场还在掌声，又跑出来谢幕退场还在掌声，谢幕3次。我看今天这个场面啊，还有一点后悔，比那天还大，因为我们有上帝跟我们同在，对不对？阿门。好，献上这首奇异恩典，谢谢。
今天哪一位是买票进来的，我还他十倍。当然买票的，不必买票，听到最好的。什么叫做最好的？最好的不是用讲的。当我的生命被上帝改变以后，我不管在哪里，在监狱也好，在老人院也好，我只要乐器一拿起来，我说主啊，这是献给你的，给上帝要最好的，要把最好的给上帝，所以你们就听到最好的。阿们。也就是来到上帝的面前都得着最好的。当然了，要注意了，你到上帝面前你也要献上最好的，你不能献二手货给上帝，对不对？因为给上帝最好的，上帝一定把最好的给你，这话绝对是可信的。好，当我信耶稣以后，故事才真正的开始。信耶稣以后，从圣经的教导，我才知道人活在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人际关系的优先顺序。这个优先顺序关乎你一生的成功或失败。圣经的教导，人第一个最重要的关系就是人跟上帝的关系要和好，第二个关系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第三个关系是你跟你子女的关系，就是亲子关系。因为以前我不认识上帝，没有信耶稣，所以这些关系跟我都没有关系。这么重要的关系跟我没有关系，我这个人只有四个字，哪四个字？注定失败。我以为什么跟我有关系？我以为钱跟我才是最重要的关系，我以为赚很多钱家庭就会幸福。特别我小时候是生长在一个非常贫穷的家长大的孩子，所以我从小就立志长大要努力赚钱，所以我就努力赚钱，却忽略了家庭的关系。结果19年的婚姻突然起了风暴，一发不可收拾，最后婚姻破裂，我几乎一无所有。为什么会一无所有呢？因为我赚钱都交给太太，买房子都买太太的名字，结果太太出事就跑掉，跑掉以后一样样把你卖掉，你不就一无所有吗？这个事情19年所赚的都没有了，很大条的事啊，人生不能重来一次啊。这个事情是发生在我信耶稣不到一年的时候，我妈妈说你信耶稣信得太美好了，好笑。很多人因为这样就离开上帝了，但是我知道不是我信耶稣太太跑了，是上帝爱我，上帝知道我这么大的问题要临到我，我一个人过不去的，上帝的爱找一个人来陪我走过那流泪的日子。我说我如果没有信耶稣遇到这个问题的话，我不是跳楼自杀就可能犯罪去杀人。人不都是用这种方法解决问题吗？但是在那日子里面，我遇见上帝，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上帝打开天上的窗户请福给我，不是道歉给我，上帝不会道歉给你的。上帝用他的话安慰我，在那日子里面刻骨铭心的流着眼泪经历上帝的话，经历什么叫做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什么叫做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就必如何？什么叫做当你尝到主恩的滋味，你就知道他是美善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在那日子里面经历上帝，上帝也差派很多天使围绕着我，甚至陪我一起流泪。有一次在教会，哇，大家聚会祷告的时候，我在哭伤心流泪，结果这些朋友们也陪着我一起流泪。我看到这个情况，我说跟上帝祷告说，主啊，让我永远纪念这个日子，这些以前我不认识我的这些人这么爱我，甚至陪我一起流泪，与哀哭的人同哀哭。
我跟圣灵祷告说，主啊，我要活下去，我不但要活下去，我要活得比以前更好。这些不认识我的人这么爱我，我却回到家里面临那个不住祷告的日子。什么叫不住祷告？你今天回去什么东西被卖，明天回去有什么东西不见了，你就知道什么叫。有一天我开车回家，车子进入地下停车场，停车场的管理员把我挡下来，他说：“肖先生啊，不好意思哦，你的车位今天被你太太卖了。”这些人没有什么良心，笑你良心。今天拿了定金了，哇！我住在台北市一条很有名的一条街，叫做忠孝东路走七回的那个忠孝东路。那一个车位很贵的，没有车位的话，你车子绝对没地方停的。把我最重要的车位也卖了，我赶快打电话告诉长老，长老啊，他把我车位卖了，今天拿了定金了。长老说：“哈，拿定金表示还没完全成交，没关系，我们的上帝是大有能力的上帝，整个教会为你这个车位祷告。上帝真是听祷告的上帝。结果祷告以后，车位有没有被卖？没有，没有，照样被卖。这个人是谁？”没良心的人，笑这么大声！我们的上帝是悲剧变喜剧的上帝，阿们。这个时候本来要流泪的，被你们笑了。感谢主了，神的美意原是如此。因为以前我太骄傲了，我以为我什么都可以搞定，上帝就让我在不能搞定的地方，最能搞定的地方搞无敌嘛。那天。我在教会看到这些不认识我的这些人这么爱我，我现在回家面临那个不住祷告的日子，愚昧的妇人拆毁了自己的家。哇，我眼泪流啊，我从来以前从来不流泪，信耶稣以前从不流泪，因为中国有一句话说，大丈夫男子汉，流血不流泪。错了，很多世俗的话都不能听啊，血是不配流啊，血是生命不能流，眼泪是来流的，对不对？很多心灵的创痛，很多心灵的创伤，只有眼泪可以医治的。每一次的流泪就超越生命的挑战，每一次的流泪就是重新得力，每一次的流泪就是跟耶稣更亲密，因为耶稣不轻看我们的眼泪。上帝的话很多的安慰我，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主耶稣说，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正在苦难的日子，耶稣陪着我一起走，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他背负我们的痛苦。献上这一首列国月经，谢谢。
真的太美了。刚才那一句，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并不离开你。这个离是每一个离啊，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讲话，他说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上帝爱每一个世人，爱到一个地步，感谢上帝。诗人说，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是的，在我人生上半场的舞台上面，好像很亮丽，好像很灿烂，好像很成功，但是我的生命跟灵魂是贫穷的，穷乏的。我不知道我的生命从哪里来，我的生命要往哪里去，我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我只会一直赚钱，却忽略了跟上帝的关系，所以人生就失败。人生没有主，就是六神无主了。所以要有个主来带领，带我们前面的道路，就是圣经的智慧。上帝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是的，因为我专心爱上帝，虽然我祷告什么没有什么，祷告那个不要被卖了啊，什么都，但是因为他是上帝，我就跟从他，他就要搭救我。感谢上帝，所以我虽然失败，因为我有耶稣可以反败为胜，上帝也把最好的赏赐给我。在我结束19年的婚姻，5年以后，上帝看我独居不好，找个配偶来帮助我。这个女人非常有眼光，她是很冒险的，因为那个时候我是一无所有啊。但是我发现她的投资是对的，我发现这一生最好的投资不是哪一个股票，不是什么房地产，没有，这一生最好的投资就是上帝的国。阿们。我投资上帝的国，他投资我，他真是同样的富人。好，上帝请站起来，我要说好一些，好一些。有没有看清楚？没有。再来站起来。好，看清楚，好，请坐下。你们不要被他的外貌所欺骗啊，他今年60岁了。哦，要大声一点。哦，不是，已经够大声了。为什么要把他的年龄暴露出来呢？因为有一次有一个人在台下问他，哎，台上那个白头发是你爸爸？我没有那么老。于是我们到厦门了，一个长老来接我们了，在机场接我们。长老一看到我们两个，他说，哎，长老跟他太太说，哎，怎么萧牧师带他女儿来？没有什么老，我们两个差7岁。好，感谢神，上帝也把最好的赏赐给我，所以谢谢，谢谢。你们有没有听听我小时候的故事？要不要？啊，你们都是内行的，不然就结束了。上帝在每个人身上都有他奇妙的计划，我现在才知道为什么我小时候那么贫穷，都是上帝的计划。记得我在7岁那一年，我的祖母跟我哥哥弟弟妹妹讲，他说，哎，过2天你们爸爸要回来，你们爸爸回来你们要叫爸爸，不要傻傻的不会叫爸爸。我从来没有叫过爸爸，我就跑到一个四处都没有人的地方，我在那边练习叫爸爸。你们不知道那个感觉啊，一边练习心里一边想，爸爸要回来了，爸爸回来就赚钱了，我们家里就有钱了，爸爸回来会疼我们了，本来没有爸爸疼啊，哇，充满了希望。但是在生命当中，很多事情我们以为可靠的，却常常让我们失望。结果爸爸回来没有赚钱，家里没有钱，爸爸也没有疼我们，
爸爸从哪里回来？爸爸从监狱回来。监狱回来你们也要笑。我不是讲喜剧啊，现在是讲悲剧啊。哎，你这个你们需要好好教育了，这个还是喜乐的灵充满你们。爸爸从监狱回来，我爸爸是一个吸毒者，他只要一吸毒就会被警察抓去关。如果警察没有抓去关的话，我们家人也会叫警察把他抓去关。为什么呢？因为吸毒的人，当他毒瘾来的时候，没有钱买毒品的时候，就会拿家里的东西出去当，出去卖。这个家已经够贫穷了，不能再当，不能再卖了，干脆把他关进去监狱还好一点呢。哇，首先呢，我妈妈生了大哥，大哥生出来没多久，爸爸就被抓去关，关关关以后出来。我妈妈生了二哥，二哥生出来没多久，爸爸又吸毒，又被抓去关，又出来。我妈妈怀了我老三，我还在肚子里面，爸爸又进去了，就进进出出，越关就越久，判刑越判越长嘛。我跟我弟弟、跟我妹妹年龄就越差越远了。我的姑姑啊，我的爸爸的姐姐啊，跟我们讲一句话。他说：“你们爸爸回来下一个蛋，又进去，又出来下一个蛋，又进去。他出来就不讲能留个你，不讲能留个你。这句话真的经典啊！我的姑姑太厉害了，描述的太棒了。这就听起来好像是笑话，这句话完完全全、的的确确是一个悲剧。”这个社会上充满了悲剧，特别我的家是充满悲剧的家庭。我的爸爸是演一辈子的悲剧，进出监狱。我的妈妈、我的祖母一天到晚要到监狱去看儿子、看先生。我的爸爸是演一辈子的悲剧，所以我们从小就命很苦、很贫穷。我在我的家是一级贫富，非常贫穷。后来我的哥哥是一个忠厚老实很努力的一位青年，因为我们没有爸爸可以靠，我们都要靠自己。结果哥哥因为很认真，后来去当兵，当兵没事就跟人家喝酒，结果酒成瘾了。这个忠厚老实的人，酒一喝变一个人，打老婆打小孩，很快的太太被他打跑掉了。他的小孩慢慢稍微长大一点，可以跑，也受不了，也跑了。我哥哥因为酒喝了也不能工作，变成一个流浪汉，42岁就过世，死在一个破屋子里面。当我们到县政府认尸的时候，尸袋外面写4个字：无名男尸。又是一出悲剧的结局。我的二哥是家里最帅，可以当电影明星啊。他是电视台的钢琴老师，琴弹得好，人长得帅，但是也被酒陷害。酒就像魔鬼一样，慢慢慢慢偷窃你的生命，偷窃你的家庭，偷窃你的人际关系，都是慢慢慢慢来的，让你没发现。当你发现的时候，已经掉入那个捆绑。一个很帅的人，酒喝到整个脸走样了，酒喝到最后是怎么样？神经坏死了，连走路都不能走，在家里上厕所都不能走。几年前过世，我去看，整个人缩水了，因为又病又饿，没有人理他，就死掉了。我一看，哇！我说上帝给他这么俊美的人呢、啊，给他这么俊美的人，他居然自己偏行己路，成为这样子，又是一个悲剧的结局。我的妹妹20几岁的时候从7楼跳楼自杀，这个家充满了咒诅。7楼跳下来，掉在5楼的屋顶上，没有死更惨，脊椎断裂，终身残废。
我的妈妈年纪大了，还要照顾这个女儿一辈子。各位朋友们，我们现在来想想我的妈妈，这个妇人一辈子劳苦愁烦，年轻的时候遇到这个吸毒的先生，我的妈妈一个妇人抚养五个孩子长大，非常辛苦的，结果她的儿子一个一个的离开她，年纪大了还要服侍这个残废的女儿，我的妈妈一生劳苦愁烦的，苦，中国字的苦写得太好了，三个十字架压在口上面，尤其中间这个十字架更大，有口难言。在我信耶稣的时候，我本来是家里最会拜拜的，信耶稣不拜，我妈妈说你这个信拜国教不拜祖先不要你了，我妈妈不要我。后来我妈妈看到我的生命被上帝改变，我变成我妈妈的骄傲，妈妈到处去跟亲朋好友讲这个信耶稣的最好，每次碰到我就跟我说你最好，我说不是我最好，因为耶稣救了我，耶稣改变我的生命，因为我愿意，我愿意信耶稣，我的生命成为尊贵的，与王子同坐席。我们信耶稣的人都是上帝的王子，所以基督徒不要先看自己，上帝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保护我们如同保护他眼中的瞳人。朋友们，我今天来不是讲悲剧，悲剧这个社会上太多了，这个悲剧只有耶稣可以改变。我一样是生长在这个被咒诅的家庭长大的孩子，因为我愿意接受耶稣，我的生命就不一样，我可以到世界各地去为主做见证。当你的生命可以为主做见证的时候，你生命是成功的。其实我是一个失败者，我出生就失败了，我不能决定我出生在哪里，但是我可以决定我要往哪里去，我天堂还是地狱，我可以选择。天堂还地狱，你还不够智慧才选择，你一定要耶稣在你里面，你才懂得看清楚这个世界上是要抓住什么。很多欺骗，这个世界很多欺骗在当中，所以有耶稣你就有智慧的眼光，感谢上帝。所以这就是圣诞节的意义，圣诞节最大的礼物就是把耶稣带回去，成为你一生随时的帮助。这个礼物只是一点，不是真正的礼物，是耶稣本身，耶稣来寻找失散的灵魂，耶稣来要我们活得更好，在世界上好还要更好，耶稣要改变我们。信耶稣不是信宗教，宗教不能救人，你再怎么拜对你一点意义都没有。拜，我以前最会拜了，当我认识上帝的时候，我才知道上帝不要你来拜他，上帝要你听他的话，有智慧怎么做一个做好一个做父亲，怎么做好一个母亲，怎么做好一个老板，这上帝给我们智慧去管理你的钱财，你钱很多你不会管理，到时候还是空空，要懂得上上帝来的智慧，这是圣诞节的意义。这个时候我们安静下来，我们把眼睛闭上来，我们思考一下我们的生命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尤其还没信耶稣的人，你知道你的生命从哪里来吗？你知道你的生命要往哪里去吗？日子就一天一天过，很快的黑头发就变成白头发，白头发以后就不见了，世界是这么短暂的，你要赶快选择那个上好的，我们要往哪里去。你今天听了我的分享，今天整个话剧也好短剧也好，都是在告诉你要往哪里去，往哪里去，有一条路的，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可以人逃，没有一个人可以回到父那里去，就回到天堂。所以你要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你成为你家族的帮助，成为你家人的祝福。你愿意接受耶稣，你愿意的话，你手举起来，举起你的右手，愿意吗？举起手来，福气就临到你了。今天最大的礼物在等着你啊，有没有？好，刚才讲话的那个赶快举手，看到你举手，祝福就临到你，就是你，有没有？接受信雅说金价货，信雅说有福气啊，不是信什么宗教啊，信什么教会而已，有没有？哎，就没有人懂。哎，好，掌声给归给你的是，哇，你真的漂亮，这手举起来就有呼吸，你看，手举起来就有掌声了，对不对？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哇，好，举高一点，哇，好好，掌声。哎，五后皮的人在懂得了，哎，我跟呢，他们就是不愿意啊，一个一个就悲惨的死掉啊！你看还有没有？好，目前两个中奖的，这个奖是大的，这一辈子的祝福哦。所以要来信耶稣哦，祝福开始而已。好，还有一些还没信耶稣，不好意思举手也没关系。我们现在做一个祷告，你跟上帝的祷告哦，你跟上帝，别人可以看到了。好，我们闭上眼睛，我们现在来，弟兄姐妹们陪他们一起做一个决志的祷告，哦，做点祈祷，哦，这么开心，哦，我讲一句，跟着我讲一句，哦，慈爱的天父，慈爱的天父，感谢你的爱，感谢你的爱，带我来到当中，带我来到当中，听到你的爱，听到你的爱，也看见你的爱，也看见你的爱，我要得着这个爱。哦，耶稣啊，哦，耶稣啊，我来到你的面前，我敞开我的心，我愿意接受你，成为我生命的救主，求你进到我的生命来，用你的宝血洗净我的心，赦免我的罪，让我得着你的救恩，使我成为你的儿女，我现在宣告，我的罪已被赦免了，我已经是上帝的儿女了，从今以后，从天上来的恩典跟福分，平安喜乐，常常临到我，耶稣啊，我要常常在你里面，你也要常常在我里面。当我遇见难处的时候，你陪我走出这个难处，帮助我一生一世跟随你。帮助我一生一世荣耀你，我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大家一起大声的说阿门，再一次大声的说阿门，掌声给我们主耶稣，谢谢你，奉基督的名啊。好，最后献上圣诞节的主题曲，圣诞主曲，愿2018年大家蒙福一整年，谢谢。